猪寮上面一点点，这边试试看吧。对，瘦瘦的，应该是懒的啊，懒，哎，超级懒。正常一点的啊，很瘦嘞。还是拉到死鱼了，每天一千，快管，清晰啊！没铁了，活不更瘦。正常一点的啊。
拉力都怪怪的。这条比较正常。贪吃，这个就比较正常一点点。那应该是有公鱼吃鱼生的，公鱼生我没吃。还是在法子溪这边小搞搞啊，那个下面全部都是阿福，哇，真是有够多的。好了。
回再来这边继续调查吧。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